今次呢继续讲食素。今日讲嘅食素呢啱啱相反。同上一集是用相反的角度来讲。问下你啊，你而家系咪食紧素嘅呢？你食素食咗几耐呢？你系咪局部食素呢？你系咪越嚟越食少肉，多啲蔬食呢？你对于食肉同埋唔食肉有咩立场呢？有咩了解，有咩睇法呢？喺40年前左右啦，长哥开始就食素啦。咁后来一路推广啦，我嗰阵好嘢就梗係想分享多啲人啦嘛，係咪？咁呢后来呢初係即係俾好多人插啦，好多人闹啦，个个都觉得你係异类啦、癫啦、怪鸡啦。而家呢最近呢几年呢潮流一转，这个不是潮流来的，这个是一个觉醒的过程，大家擘大眼看清楚发生什么事咯。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我觉得有责任去即是再讲多一点咯。本来已经抌低了有十几年的啦，你最近这几年几时听长哥讲食素食肉啫，只不过呢就是近来有一啲事发生啦，竟然我身边有啲我好尊重嘅朋友呢都系提倡食肉，我觉得好奇怪，我觉得好意外，我觉得好震惊㗎，点解会仲而家仲有人讲话食肉好㗎呢，仲敢讲咁我好佩服囉，即系啱嘅，个个都有发言权，个个都想将自己知道嘅嘢好嘅嘢同人哋分享。我好相信大家嘅诚意啦，只不过立场唔同唔紧要嘅，呢其实冇所谓，因为因果就係、是、肯定係咁样跟㗎啦，同埋业呢係自己嘅，你做咗啲嘢你成自己承担嗰个后果，咁咪得囉。你话唔係喎，你咁样做累死其他好多人喎，呢个就係所谓嘅共业囉。好，咁我哋就想今日倾下呢素食嘅坏处喎。咩叫素食嘅坏处呢？因为呢网上面呢而家大量流传呢一类咁样嘅资讯，呢咁嘅意见嘅。咁你同唔同意嘅呢？究竟有几多系符合事实嘅呢？佢哋话素食呢就唔够维他命 B12, 唔够维他命 BD, 唔够维他命 Omega3, 对唔住，唔够Omega3, 又话呢蛋白质唔够，品质好差，又话呢素食呢就会令你营养不行喎，就好多嘅矿物质同埋微量元素唔够啊，咁样素食好容易骨折喎，素食呢导致免疫系统会崩溃，素食好容易有抑郁症喎，佢哋话呢素食呢就会系唔够铁嘅，造成贫血咁啊。佢话呢会导致高血压、高血脂同埋肥胖症喎，仲夸张就係话素食呢容易系导致不孕喎，所以呢你仲想生仔呢就唔好食素啦，咁啊。就话素食呢食太多嘅加工食品。素食呢食埋啲腌嘅嘢呢就好危险。素食啦，食埋啲油炸嘢啦，好肥腻啦，唔健康咯。素食啦，食过多嘅调味料唔健康咯。素食系唔够氨基酸，同埋素食咧就出街食嘢好唔方便咯，少选择啦，仲有咧就系素食同家人相处啦，同朋友应聚餐应酬啦，非常之唔方便。好啦。嗱，咁至少头先我提咗18样咯，咁的确系有好多人系咁样諗嘅。而家呢我哋一齐静一下先啦。喺静嘅时候我哋感受返我哋存在嗰个真正嘅境界。咁呢一间我哋去嘅溝通呢更加容易收到我哋需要收到嘅嘢啦。
先同你讲两个食素嘅故事啊，都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喺我身边发生嘅，喺我面前发生嘅，系因为我做咗嘢啦，所以发生咗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发生喺十几年前啦吓，嗰阵时我猛咁推广食素啦，仲未系推广食生喎。咁啊，有位案主咧就嚟揾我啦，佢就话佢啊周身唔掂啊，咁咯。佢系一位大约系嗰四十几岁、四十零岁嘅女士啦。咁啊，我去佢屋企，我同埋我嘅拍档一齐啦吓，就去屋企。咁佢周身唔妥嗰只咯，咁我就劝佢食素啦，讲咗好多嘢俾佢听。佢听嗰时候好兴奋，就话好啦，我以后食素啦，啊系，我都要试下啦，咁啊，咁啊，于是咧，就我哋走咗啦，我哋走咗啦，冇几耐咧，佢妈妈放工翻嚟啦，嗱，咁妈妈做咩先？吓、啊，就系佢哋两屋企得佢哋两个嘅啫，两母女相依为命，可能有一段时间噶啦，咁啊，其他啲人系点啊？我哋冇问佢啦，啊。总之佢系唔系同老公一齐住㗎啦，又冇其他嘅仔女啦，屋企又冇嗰阵时候冇乜嘢工人啦，咁正系同佢老妈一齐生活。咁佢老妈呢就系做咩嘅呢？老妈就差唔多60岁啊，就系、是、周身唔妥囉，又系好虚弱啊咁啲。但系呢佢又返工喎，佢返工做咩呢？佢系做清洁工友嘅，喺啲垃圾站嗰度咧吓，同人哋担担抬抬啊，清洁啊咁咯。嗱呢份工咧就系鸡肋嚟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收入又唔多啦。但系又要需要呢份收入嚟到去大家生活过得充裕啲啦吓。佢两个都冇乜钱，仲有咧就系、是、都唔系呢个问题啊。问题就系咧，如果佢而家即系退休咧吓，唔、做呢份工咧，咁以后呢一世咧都好难搵到工作。60岁吓，又冇乜嘢专长，又唔系特别大气力。咁啊，所以咧，虽然佢系勉强辛苦咧吓，又赚唔到几多钱啦，都继续做呢份垃圾食站嘅即系劳工啦吓，咁啊话说咧，我哋走之后咧，佢妈咪放工咯，一入门口吓，佢又同妈咪打招呼啦，妈咪啊，讲个消息你听啊吓，我决定咗啦，以后咧食素啦，唔食肉啦，咁，你估佢妈咪点样反应咧？听到个女咁讲。冇听错啊！我喺好多堂嘅课堂上面都提过呢件事。咁我请全班同学估啦，大家都估咗好多嘢啦吓。即系，但系冇人估中，冇可能估中。你点估都估唔中。佢妈咪听到佢话食素，咁啊点咧？你讲听啦，佢当堂就跪低喺个女面前，揽住阿女个膝头。嗱，我点知咧？我唔在场嘛，但系个女往后话翻俾我听，佢揽住阿女个膝头喺度，好大声爆喊，喊得好辛苦，好真心，唔系做戏，系真系喊，冇食饭。唔想食嘢，嗰晚唔知佢瞓唔瞓得着啊！总之咧，过咗几日咧，佢阿妈就过咗身。你可以话激死咗，佢本来都唔系好健康，但系佢又过咗身。哇！搞出人命喎，点解咁大件事啫？一个人即系佢阿女啦，食素啫嘛吓。即系唔食肉啫嘛，整佢阿妈咁大嘅反应嘅咧，咁老实讲，有边个知啊？我哋都唔知噶，唔知发生咩事吓、啊。不过咧，
我都问过即系啲行家啦，所谓吓、啊，我问过佢哋，你点睇啊？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嘅咧？吓、啊，咁啊，多数啲行家咧，都系咁睇。佢话照睇咧，吓、啊，佢阿妈受咗好大嘅打击，即系阿女咧，而家竟然系咁样，话。食素啦，啊！佢阿妈接受唔到，点解接受唔到呢？吓、啊，大家嘅估计咧就系佢阿妈觉得啊，阿女以后唔食佢嗰啲嘢咧，佢嘅生命再冇咗真正嘅意义，佢翻工冇乜满足感，可能佢最大嘅满足感就系喂大个女嘛，喂得佢健康嘛。吓、啊，阿女食得满足嘛？而家女唔需要佢，唔食佢嘅嘢，咁佢做人仲为乜咧？冇嘢好为乜？咁咪死得咯，咁咪想死，咁啊结果求人得人啦，你想死个身体就冧咗就死咗，啊，真系我系所谓嘅激死咯，点解会系咁嘅咧？点解会系咁？吓、啊？阿女唔食肉，有乜大不了呢？嗱，我哋唔系继续去研究呢个个案，就系、是、想我举呢个例咧，就话食素会产生嘅后果。嗱，呢样就类似咗嘛，可以咁讲，激死咗嘛。另外咧，我有一个朋友咧，而家讲系30年前啦啩。吓、啊，二三十年前，佢咧就系、是、信咗佛啦，识咗长哥啦，突然间咧就决定食素好啊！佢突然间决定嘅，咁佢呢个人咧就好犀利，好叻吓，一决定咗就乜都做到。佢即刻咧就话好，我以后佢同自己讲吓，唔系同我讲，以后唔食肉啦，咁翻屋企咧。就打开个雪柜，攞晒啲肉啊，嗰啲嘢出嚟，抌晒落垃圾桶，拎去外面倒晒佢。咁啊，话说咧，佢太太放工翻嚟咧，就好震惊啦，之类啦吓，好唔妥佢咯。咁啊，冇几耐咧，后来咧，终于佢系离婚啦。咁啊，两个人会因为食乜唔食乜而离婚咧吓？通常系佢哋有好多深层嘅即系关系嘅矛盾啦，就唔系又系因为食呢样嘢嘅吓，可能系老公呢、这个沟通嘅方式有问题，根本呢件事咧就引发咗引爆咗佢哋长期嘅矛盾，可能系咁啦，可能系咁啊，点都好啦，就系、是、素食真系会妻离子散。啊，甚至人亡家散是真的、哦、不是见到一个两个，是我身边见到很多。自从他决定食素之后呢，或者过其他的绿色生活呢、啊、就跟家人不妥，跟老婆不妥，跟老公不妥，跟奶奶不妥，跟即是兄弟姐妹的相处都出现很大的问题，大家就顶不顺他做一些咁怪鸡嘅嘢咯，社会上其他人都唔系咁嘅，嗱而家就好啲啦，好多啦吓，因为大家都接受咗食素啦，就算实行唔到都好啦，都容易体谅，容易理解，容易系包容咯吓，即系你有你食，佢有佢食咁吓，咁你唔好咁乞人憎就得啦，咁最后讲多个故事咧。就是我嘅身边嘅亲密拍档咯吓，咁啊佢又系咧跟咗长哥之后啦，食素啦，成日健康好好啊，好开心啊，好掂啊咁样啦。但系佢奶奶咧就非常之唔妥佢，点解咧吓？我奶奶系一家之主，煮饭嗰个主吓，佢控制咗屋企佢个仔食乜。新抱食乜，个孙食乜，
而家呢个咁嘅新抱反叛，唔食佢买翻嚟嗰啲嘢，唔饮佢煲嗰啲汤，佢觉得一方面就系好唔俾面啦，吓、啊；第二方面亦都觉得好失落同埋好唔自在咯。点解会咁嘅咧？吓、啊，点解佢同我要作对嘅咧？对着干咁啦。于是咧，佢成日喺个新抱面前咧就话：嗱、啊，你咧而家累死我个仔，因为佢唔够营养。你累死我孙，你唔俾我孙食肉咧，佢点样长大？佢将来点算？佢唔放过呢个新抱，咁啊，于是咧，佢哋咧就真系好多矛盾啦，吓。咁啊，嗱，头先嗰三个个故事咧，吓，都系你可以话冇乜好结局啦，吓。呢、一个咧就有好结局，吓、啊，就系、是、咧。佢就学跟我学手疗啦，吓咁啊就个个都唔知佢做乜噶啦，佢净系同只猫做嘅啫，吓咁咧就嗰次个老公咧，老公好中意打篮球，都即系几 fit 嘅吓，咁咧有一次咧就跌伤咗只脚，好痛，咁咧佢就话老公嗱，你都要试下咯吓，瞓低啦，临瞓下我都同你做下手疗啦，咁吓。啊止咗痛喎，老公瞓得好好。于是呢，佢老公就係受落咗手疗啦。又过咗一排呢，佢又跌伤隻脚呢，就话老婆借隻手嚟，咁就同佢做手疗。咁佢两个呢本来嘅关系都唔係咁好嘅，后来就好返晒。咁呢就因为呢、这个新抱识做呢，就我睇呢，因为佢态度好啊，冇同个奶奶撑到硬，个太太亦都见到佢哋两公婆嘅关系好咗好多吓，咁啊，于是就系、是、据我所了解啦，由嗰阵时到而家咧十几年啦，佢哋两婆媳咧再冇咩大矛盾啦。唔容易啊吓，即系我讲咗咁多，即系话咧，你食素就唔好讲食生吓、啊，就系、是、分分钟咧就全独亲，冇晒朋友，甚至头先我讲啦，家散人亡，妻离子散啊，你同屋企咧就嘅身边其他关系咧，可能危危乎嘅吓、啊，就你要。啊，好识做咯，你至少知道有呢啲危机先咯。好啦，咁呢个算唔算系食素嘅坏处呢？今日讲食素嘅坏处啊嘛，嗱，未食讲食素嘅坏处之前呢，就系、是、重温一下少少食素嘅好处。上一次我就系话啦，点解要食素啫？吓、啊，咁我就我自己亲身嘅经验，我嘅理解，我嘅得开悟啦吓，就话食素呢至少有14个理由啊，咁我举出咗啦吓，就系、是、生理方面咧吓、啊，我哋身体嘅结构只系适合食素，完全系为咗食素而设计嘅。我哋嘅牙齿啦，我哋嘅胃同埋嘅分泌液啦，我哋条肠嘅长度啦，我哋嘅捕猎嘅能力啦，等等呢一啲吓，我呢、这个结构上咧，完全适合食素，系不适合食肉嘅。食肉系好灾难嘅。第二呢吓，食素嘅营养先至更加好，可以全面吸收。第三呢，食咗素之后呢更加好精力，你冇咁攰。第四呢吓，食素就百病早愈。我听咗 Grace 讲呢， Grace 话呢，我听完你上次 live 之后呢开始唔食肉啦吓。咁、我好感恩吓，好好嘅福报，多谢阿 Grace 吓、啊。食素咧，百病早愈系真噶。第五咧，食素咧个身体唔会酸化吓，你啲即系体液啊咁啊，免疫力咧就增强好多，咁啊唔使病咯吓，睇少咗医生啦，少咗好多痛苦担心
啊就是咁啦，健康全面改善嘅啦。仲有咧吓，有眼睇嘅，色素更加青春，皮肤更加嫩滑，身材更加好。第七咧吓，色素之后你嘅性情更加理想，心平气和，减少咗好多对抗嘅心态。以后咧就唔会成日搞对抗咁咯吓。第八咧系色素咧，你个脑部运作咧吓就更加理想嘅。咁得意嘅喎，你个脑就好咗。第九呢，食素係减少吸收好多嘅毒素。嗱係咁㗎啦，头先我讲嗰啲呢係生理方面嘅问题。而家呢就係讲下环境嘅问题啦，环境啊，环境。头先我讲几个理由呢，就係、是、自己嘅。而家讲系外面嘅环境啦，你食素之后个地球就掂返。食素之后呢，地球多谢你，众生多谢你，因为你减少咗好多嘅生态破坏。食素呢仲有呢减少全球嘅饥荒，因为要为咗去养啲畜生嚟到俾人食呢，係占用咗好多嘅资源。同埋令好多人饿亲囉，生产可以嘅食物呢係少好多嘅。咁好啦，第十二呢就係、是、食醋以后呢我就讲慈悲喇喎，就係、是、讲慈悲嘅问题。咩、叫慈悲嘅问题呢？就係、是、食肉啊係非常非常之残忍嘅。上一次我係好详细咁解释过啦，食肉係好残忍好残忍嘅。佢一路养大佢啦，一路一啲动物啊一路由出世痛苦到死嗰日，到死嘅时候系受到好大嘅折磨，好凄惨，食肉咧系严重暴力嘅。咁啊，仲有啦，除咗系呢之外咧，食素之后你就多咗好多慈悲心啦、同理心啦。咁喺灵修嘅层面咧，更加系啦，食素系少咗好多恶业嘅，积翻好多功德，最衰尾十四咧，就系咧食素，你更加能够连结万物，你嘅修行咧去到提升啦，即刻提升咗好好高嘅境界，打通天地线容易好多。喂，系我嘅老同学阿叶喺度吓，多谢你啊，好少见面吓，咁啊好多谢你教咁多年仲捧阿长哥长吓，我哋六十年前。一齐上课吓，五十几年前啦吓，咁啊好多谢你，好多谢 Wellen 又嚟捧场，多谢吓，咁好啦，咁啊正话我咪讲咗啲故事嘅吓，咁就话食素真系会有危机嘅吓，你处理得唔好咧，系好多问题，啲人话食素系食唔过啊咁吓，考虑埋呢啲嘢咯。咁仲有啦，我想同你分享一个报告喎，分享一个报告系咩呢吓，就系啲食素食肉边啲又健康啲呢吓，咁有好多好多嘅研究㗎啦吓，咁有好多呢就系靠唔住嘅。原因有好多囉吓，就系边个俾钱佢哋去做研究嘅呢吓，同埋传媒嘅报道啊，传媒永远都系呢吓，狗咬人唔系新闻，人咬狗就系新闻吓，一百个研究话素食好嘅呢，有99个话素食好嘅呢，佢唔会报道嘅。有一个话素食系危害健康嘅呢，就啪就放大报道出嚟。但系其实你再去研究一下边一个出钱去俾佢哋做嘅，或者佢哋做嘅方法有咩问题呢，你哋就睇到好多问题㗎啦。譬如呢，上一次系咪我未讲过中文大学好多年前做一个调查啦，哇，素食啲人呢好唔健康㗎，又甩晒头发啦，一间又好虚弱啊，又好好衰老啊，有咩有咩嗰啲囉吓，好成日都病啊，入统计到呢佢哋住院呢就係、是、都好多啊咁。喂
啊，你个取样有问题啊嘛。嗰阵时啊，而家讲三十年前食素嘅人咧，即系唔残都唔食素啊嘛。多数啊嗰阵时吓，除咗长哥之外吓，咁啊佢哋就系因为佢起点系极低，佢哋就系病人一族啊嘛。咁你去调查食素食者，有相当嘅比例系病成咁嘅，咁啊梗系佢哋个个健康好差啦，系咪啊？呢个好简单嘅数字游戏吓，所以我哋睇调查嘅数字吓，我哋听人哋点样报道，要识听咯。好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唔系属于嗰类吓，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就系、是、咧美国哈佛大学咧就系、是、研究咗嗱呢一个点解要值得去听咧？因为佢系极大规模，佢系用访问咗，佢研究咗捉咗系21万嘅志愿者吓。咁咧就系、是、有男有女啦，女性多啲啦吓，系长期跟踪嘅26年，好少有咁嘅研究，有咁嘅规模嘅，即系跟足21万人嘅26年，分析佢哋嗰啲人嘅饮食习惯啦吓，究竟佢系食唔食素嘅咧，食肉嘅咧，佢食素食得健唔健康嘅咧吓，一路咁样分析，咁啊就分析佢哋。就系、是、血管疾病发生几多？佢系研究呢一样血管疾病咧，就系即系心脏病啊，即系中风啊嗰啲啦吓。结果我哋发现咧吓、啊，长期食素食得健康嗰啲人咧吓、啊，心血管疾病咧就系、是、最少嘅吓、啊。长期食肉嗰啲咧吓。啊就系、是、病得最犀利嘅，仲有咧食素食得唔健康嗰啲人咧吓，仲系健康系差过食肉嗰啲人。再讲一次，食素食得唔健康咧，就系、是、健康系仲差过差少少啦吓，就系嗰啲食肉嘅人。咁吓，嗱点样差法咧？饮汽水啦，食饮牛奶，食芝士啦，食薯片啦，炸薯条啦，饮嗰啲即系好多糖嘅果汁啦，吓食好多糖啦，嗱、即系你咁样素食咧吓、啊，就不如食肉啦，即系咁咯。吓咁啊！嗱，呢个我哋提出嚟嘅倾嘅咧，只系其中一个即系例子啫吓。咁、仲有好多好多，睇下你信边一啲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好有启发嘅。啊，有好嗱、跟住我哋讲咧，我讲十几二十样嘢咧，啲人话素食系唔健康嘅，素食系唔健康，唔应该素食嘅。咁啦吓，咁、我哋睇下究竟个背后系点样嘅咧？点解仲有人讲呢啲嘢嘅？明明而家大家都开始觉醒啦嘛，我想你咪进一步觉醒。当人哋咁样讲嘅时候，你知道发生咩事咯？你知道佢哋嘅偏见、佢哋嘅无知喺边度啊？咁啦，好，第一。佢哋最多人讲嘅咧吓，就系、是、缺乏咧维他命B12咁样吓。嗱咁啊，缺乏咧 B12 咧又会咁，又会咁，又会咁啊！我唔讲啦吓。嗱呢一个系我觉得啊系非常之严重嘅谬误嚟嘅，系误区嚟嘅。大家系误解晒吓、啊，就系、是、B12 咧就话咧我哋就要啲细胞成长好重要㗎吓，就係、是、维护我哋神经系统嘅运作啊嗰啲嗰啲。但係呢吓正係动物性动嘅食物先有㗎喎、哦、你至少都要食蛋啦吓饮牛奶啦，如果唔系呢你冇 B12 㗎喎吓咁之类囉。咁事实就唔系囉。食肉嘅人都好多系 B12 唔够。真系唔够 B12 嘅人嘅系比例系好少㗎。同埋我哋需要 B12 呢吓，系好少好少好少。我哋身体咧正常好人好者咧吓，有相当多嘅储备嘅。咁 B12 咧吓就唔系食落肚嘅，
嗱，呢啊详细情咧，你睇我其他嘅片啦吓，啊就睇我其他嘅片就会知道噶啦吓，唔详细讲啦，我嗰度解释得好清楚嘅。B 十二咧系喺主要咧系喺我哋身体里边啲细菌、大肠里边嗰啲菌自己去生产嘅。咁你只要有理想嘅环境，呢个环境唔系差得咁犀利，我讲条肠嘅生态。咁啊，又有足够嘅细菌咧，去生产呢 B 十二噶啦。咁啊，啲细菌咧，好大部分咧，就系因为你洗菜唔好洗咁干净，你食嗰啲又唔好洗咁干净，有一啲泥尘啊，喺嗰度咧，啲细菌就喺嗰度。而家啲人咧食素食到唔够 B 十二咧，好大嘅原因咧就系佢哋洗菜洗得太干净，连嗰啲好菌咧需要嘅菌咧。都系冚唪唥洗走晒，系咁啊！所以长期唔洗菜啊，好多人都知道啊。我就从来冇谂过B 十二有问题嘅吓。食到 B 十二系有问题嘅咧，通常都系你嘅整体健康有问题。你嘅思嗱，所有病都系心病啦。你嘅心有问题，你长期都唔开心啊，长期有好多嘅心结啊，嗰啲咧，咁啊，先搞到条肠唔掂，先至会制造唔到 B 十二嘅，得唔得啊？咁咧就唔系嘅，就咁食几多 B 十二落去嘅，你就咁食普通啲 B 十二嗰啲落去咧，吓个身体系用唔到，就算用到咧，你自己都生产唔到，咁咯。好，咁佢成日又讲咯，第二样啦，就话，哎呀，你唔够维他命 D 噶，因为咧吓。个维他命 D 三咧，净系要食肉啊，食嗰啲肉蛋奶啊先有噶，唔系咯，去晒太阳咪搞掂咯，身体就自然就会生产维他命 D 十二噶啦，仲有咁你咪食多啲有丰富维他命 D 嘅食物咯吓、啊，凡系深绿色嘅蔬菜就有噶啦，芝麻啦，如果你系食菇类嘅咧，又有啦，你食啲酵母啊，我哋成日咪食啲营养酵母嘅吓、又有咯吓、豆类嗰啲又有嘅，咁吓，咁你话食生又唔食豆，咁我哋做食芽菜啊嘛，芽菜咪系豆类嘅咯，嗰类又有晒嗰啲噶，更加容易吸收添吓，咁、所以咧 D 维他命 D 唔系问题啦，咁又有人讲我食素唔够维他命，唔够 omega 3吓，咁啊你知啦 ，omega 有三六九噶嘛吓，咁啊就话咧你要食动物嘅乜先至有 omega 3噶呢个脂肪酸咁吓，咁啊其实唔系咯，植物都有呢、这个omega 3嘅来源嘅，主要咧。就是 alpha 次亚麻油酸 ALA alpha linolenic acid 嗰度喺边度有嘅咧？你食核桃就有噶啦，食其他嘅果仁啦，譬如系杏仁啦，腰果啊嗰啲有食噶嘛，啲咪有咯吓。豆类制品就有嘅啊，亚麻籽啦吓，就有好丰富啦，奇异籽啦又有啦。呢一啲啊，大麻籽又有啦。你食呢啲咁嘅种子呢啲咧，就唔优唔够维他命呢、这个 omega 3咁咯。咁啊，最多人讲噶啦，其中之一咧，又系吓、就系食素咧唔够蛋白质噶。点会啫？素食好多蛋白质噶嘛？佢话唔系，呢啲蛋白质嘅质素系差，边个话差噶？嗱，佢哋夹硬咧就系话肉食嘅氨基酸咧，先至有齐咁肉食先有齐咁多种氨基酸，咁你先可以够蛋白质嘅。其实唔系咯，如果系咁啊，如果系咁啦吓，你谂都谂到啦，长颈鹿咪死晒咯。啊！啲牛羊马嗰啲吓，大笨象嗰啲点会唔够蛋白质啫？你同我讲乜啦吓？咁啊，孙中山我哋嘅国父咧就讲喺百几年前啊讲过呢句话嘅，佢话乎豆腐者系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即系点咧？佢话食豆腐咪得咯吓。就系、是、有晒蛋白质噶啦，咁呢个系事实啊嘛，吓咁仲有其他豆类嘅制品，
嗱咁我哋食生咧就唔系就咁食豆腐嘅吓，我哋自己都会做啲冇豆嘅豆腐啊，呢个系另外一件事啦吓。不过我哋都食譬如啦，你如果你食四想食豆，你咪食发酵嘅豆咯吓，譬如纳豆啦吓，我哋将啲豆发咗酵，譬如做成天贝啦，嗱呢一啲咪系咯。点会系有唔够蛋白质呢？仲有啊，你唔食嗰啲唔紧要㗎，因为根本我哋平时食生食素食到好大部分嘅都有好多蛋白质㗎呢。佢哋专登啲营养学啊专登喺度盲目系唔睇呢啲嘢㗎喎，佢专登攞嚟拗㗎喎，几十年前啲人真系咁相信㗎喎，而家营养学都唔系咁讲㗎，除咗香港嘅营养界之外，呢个系一个普遍嘅误解嚟嘅，就系、是、我哋一定要食肉先就系囉，其实真正高质素嘅蛋白质呢系深绿色嘅蔬菜。咩叫深绿色嘅蔬菜啊？菠菜囉，芥蓝囉，嗰啲咪夠晒深绿色囉，係咪嗱呢一啲呢就係、是、我哋真係蛋白质嘅来源啦，仲有芽菜，芽菜有好好嘅蛋白质㗎啦，咁仲有啊，呢啲蛋白质点解我话呢啲先系高质素呢？因为譬如啦，芽菜吓喺佢发芽，啲豆发芽嘅时候咧，就已经分解成为氨基酸，我哋即刻可以喺身体吸收利用噶啦，就唔使等到你肉类咁样搞一大轮，咁搞到自己咁残咁攰，咁弱，得唔得？好，第五咧就系啦。竟然话呢食素会营养失衡喎，又唔够矿物质喎，唔够微量元素喎，唔系囉。头先我讲啦，咁多动物长期食素嘅，大部分嘅猩猩啦，全部嘅马牛羊啦，骆驼啦，嗰啲啦，鹿啦，大笨象啦，点会营养失衡，点会唔够营养嘅啫。呢啲完全系攞嚟讲咁点解会有人系咁嘅呢？嗱，呢一个系因为而家我哋社会上我哋嘅环境、我哋嘅文化造成嘅问题咯。所以同食素食肉系冇关系嘅，只不过而家咧吓，啲人系唔识食啊嘛，同埋冇条件食食得均衡啊嘛。嗱，你成日出街食。你食落社会都系罗汉斋，咁啊，梗系唔够均衡营养啦，啱唔啱啊？又唔方便啦，好忙啦，都唔得闲去谂。你成日录啲即食面食，咁啊系咯吓，咁就你食嘅零食又唔掂啦吓，咁啊造成营养唔均衡咯，咁吓，咁其实随便噏几样啦。我哋素食有大部分嘅营养呢係多到不得了，完全唔会比食肉少嘅。譬如你话锌，锌係好重要㗎啦，你食啲果仁咪得囉，你食啲种子咪得囉，葵瓜子啦，南瓜子啦，松子啦，芝麻啦，嗱嗰啲有好多锌㗎啦。譬如你食白菜啦，食白萝卜呢有好多锌嘅，食茄子啦，食啲豆咯，咁好咗身咯。头先咧又话即系食素咧吓，就会贫血啦，因为唔够铁啦咁吓。咁其实好多素食都有好多铁嘅，紫菜咪好多咯，苹果、菩提子、樱桃啦，呢一啲系水果之中含铁就系最多噶啦吓。咁仲有咧头先我讲菠菜啊嗰啲啦吓，仲有咧吓，我哋如果系食多啲维他命 C 咧。就个身体吸收铁咧，就更加会多好多。嗱，素食啦，正常你食得健康啲嘅啦，都系食到好多维他命 C 嘅，比食肉更加多好多好多。咁咯吓，好啦，咁咧就譬如讲钙啦吓，佢哋话咧饮牛奶先够钙啊，唔系咯，
所有嘅果仁呢，芝麻、杏仁、腰果冚唪都含好高嘅钙嘅。譬如咁嗱，你仲有呢，一日晒太阳呢，15分钟，每日晒合适地15分钟啦。个身体呢，头先我讲咗啦，就会自己合成咗维他命 D 㗎啦。咁提高我哋食嘢嘅时候吸收钙囉嘅效能啦。咁咁啊，讲起钙呢，佢哋话嘛，好多素食嘅人呢就係会断骨㗎喎，尤其是啲65岁以上嘅女性呢，咁呢就係佢哋骨质就不断咁流失。但其实唔係囉，就只要你食得营养均衡呢，你嘅钙系吸收充足嘅。咁譬如呢，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医学教授呢，寇欧博士呢就话啦，其实啦，65岁以上嘅女性呢食肉嘅呢，即係骨质流失比率系 35%。食素嗰啲啱啱一半就系 18%， 就系咁啦。咁呢，佢哋又话食素会导致免疫系统崩溃啊，唔系囉。呢根本就系完全冇足够嘅数据证明呢啲嘢。佢哋唔知点解睇到有人系咁样呢，就将佢上咗食素嘅素。咁又话呢，食素呢由于唔够乜呢，就好容易忧郁咁样。又唔系囉。我身边睇到咁多人写数之后唔知几开心几掂。咁我点解会系咁呢，真系好值得研究啦。食素又会系贫血啦。第十呢，佢哋就话啦，食素呢好肥腻㗎。咁造成高血脂，造成会系肥胖症。这个又是事实来的，就是因为现在你这样吃法嘛，我们食素那些人呢，即有些吃得健康，有些吃得不健康嘛。你出街吃它落鬼那么多油，当然会高血脂啊、肥胖啊、很多问题啦。但是健康少少的食素方式呢，都不是吃那么多油的嘛。长哥就好少会落啲油落去我啲菜嗰度。咁虽然我都系吸收合适份量嘅脂肪，但系唔系好似佢哋咁样乜嘢都油淋淋，又煎又炸，系呢咁样嘅情况呢导致高血脂，导致肥胖嘛。所以唔系素食唔啱，系食得唔合理。同埋而家周围可以揾到嘅素食系错嘅，咁先至做咩嘛，先出问题嘛。好啦，第十一啦，佢话食素呢好容易生唔到仔㗎，咁点解呢，佢话佢哋嘅原理就系，我哋身体呢系需要啲性激素嘅 ,sex hormone。咁啲性激素点嚟呢，来自动物性嘅食物，即系食肉啦，里面有胆固醇啦，咁啊，即系肉蛋奶嗰啲啦，咁咧长嘅其实即系年轻人特别需要嘅，因为佢身体要发育啊咁样。嗱，如果你女性咧长期唔食肉咧，就可能会激素水平系会乱咗，咁啊如果系严重嘅咧，就生唔到仔啦，不孕。所以呢，佢哋话呢，未生育嘅女性呢就不适宜长期食素。唔系囉。我哋识得咁多，同埋而家越嚟越多嘅统计数字证明啦，食咗素嗰啲呢反为男人嘅生育能力系提高嘅，女性嘅生育能力又提高嘅。大家对性嘅兴趣又会提高㗎，食生就更加添啦，食素唔会令到你係生唔到仔呀嗰啲囉。好啦，第十二啦，食素有咩罪呢，就係食太多加工食品。咁呢，你出街食嘢同埋而家你买返嚟嗰啲素食呢，好多时都有一啲加工食品嘅，
有好多嘅化学添加剂啦，包括香料啊，同埋调味品啊，同埋染色料啊，等等等等等等。最明显嘅咧，吓、啊、就系、是、豆腐干啦、豆腐皮啦，同埋所有仿分嘅嘢，即系咧，本来食素就系食条菜，吓、啊、食几粒生果。啊，咁啊就真系食素啊嘛！但系而家咧，吓佢哋整啲素食咧，就系、是、叫做好精进啦，好用心啦，又有素肉松啦、素香肠啦、斋鸡啦、素牛扒啦、啊、素丸子啦、啊、素面筋啦、啊、等等等等，你讲得出嘅咧吓，佢、啊、都做好出嚟啦，素蟹柳啦，咁嗱呢一啲咁样嘅嘢咧。是为咗扮到似呢吓，为咗满足你哋习惯嗰种饮食嘅欲望呢吓，佢、啊、加工过程呢就系、是、流失咗大部分嘅营养啦吓，咁啊唔好讲话佢工厂环境够唔够卫生啦吓，佢、啊、落咗好多好多嘅添加剂啊，古灵精怪嘅嘢吓咁咯吓咁。啊就系、是、真系会令人哋咧更加多容易有慢性病啦，同甚至系致癌添吓。咁啊，不过咁加工好多种嘅，加工可以天然无害噶。嗱咩乜嘢叫做加工先？就系、是、我哋唔系食嗰个原本嘅形貌嘛吓、啊，即系食苹果就咁攞嚟咬吓、啊，食蕉就剥咗个皮。就咁食吓，如果唔系咧，嗱你要整番茄汤喎吓，咁咯吓，咁啊呢一啲咧吓都叫加工，但系只要你唔系过分调味咧，咁、那个杀伤力就低咯，明唔明白吓？但系而家你整埋头先我讲嗰啲咁嘅仿肉制品咧吓，咁啊为咗保存佢期限咧，仲要加埋防腐剂。吓咁另外咧就你哋食惯嗰啲嘢要好食香口咧，就要油炸啦，又要焗啦。嗱、那个问题喺嗰度啊嘛吓，咁所以唔系素食有问题，系你哋食得唔健康嘅素食先有问题咯。咁咧我又睇到啦，啲人话食素咧食好多腌制品啊。吓咁咧就系、是、腌制嗰啲嘢咯吓，譬如泡菜啊嗰啲吓，就有好多好多问题、啊。其实好多嘢咧，腌咗佢咧，或者发酵咧吓，就系、是、反为增加营养噶、啊。你食得太多就可能出问题啦吓、啊，即系过犹不及吓及食得太多又会有问题，同埋佢点样去腌呢啲咧？会出问题系咁啦吓，第十四咧就系话咧成日油炸咯，食好多油啦，头先我讲咗啦吓，咁食素冇人叫你食咁多油炸嘢噶嘛，系嘛系嘛，咁而家啲油炸嘢咧有好多万年油啦吓，仲有好多反式脂肪咧，而家啲油系好多问题，好容易即系食坏人啦，仲有。你油炸下，不论系炸肉定系炸素食啦，都容易致癌、哦。当然吓、如果系肉咧，就致癌嘅机会更加高，佢嘅杀伤力更加大。你就算系炸冇肉嘅，譬如油炸鬼咯吓、譬如你焗啲面包啊嗰啲冇肉嚟讲咧吓，都系致癌嘅、哦。好啦，第十五咧就系话素食咧会食过多嘅调味料，系咯，其实又未必系吓、啊，食肉唔多咩？食肉先多，不过咧吓，啲人食惯肉咧，你为咗讨好佢，将嗰啲佢觉得冇味嘅嘢，可以接受咧，就落更加多嘅调味料，就会有咁嘅问题。但系真正食素嘅人咧，食下咧。条脷嘅味觉翻翻嚟，佢嘅身体嘅感觉出翻嚟，啊原始嘅状态，佢就冇兴趣食咁多扮肉嘅制品噶啦吓，更加冇兴趣食咁多调味料啊咁。好啦，
第十六呢佢就话咯，你就食素呢，你唔食肉呢就唔够氨基酸嗰啲吓。咁呢就係、譬如啦，贫血啦，骨质疏松啦，甲亢啦，骨折啦，做完手术嘅患者呢都係唔适合食素嘅。因为呢身体呢就要好多好多必需氨基酸呢係素食中无法补充嘅。其实唔係咯。完全不符事实呢一啲吓。表面上就係、以前佢哋嘅研究啊就係、係都要证明呢样嘢。其实根本就不符事实。啊、你睇下素食嗰啲人呢，食生嗰啲尤其是呢，乜嘢病都特别好得快㗎喎。大家整伤隻手有伤口食、素嗰啲係好得快啲㗎喎。食生嗰啲係好快好多㗎喎、就係咁囉。好啦、最收尾嗰两样呢就唔係呢啲问题啦、就係、社交嘅问题啦。咁呢就係、第十七呢就係、话呢你出街食嘢呢好唔方便，选择好少。嗱呢个系真嘅。但系情况喺度改善緊㗎喎。而家通街都有食素嘅选择。有几唔方便呢、慢慢呢只要我哋大家去用脚投票，用个银包投票呢，自自然然呢就大把选择。自自然呢就遍地开花，周围都有素食㗎。咁而家我哋嘅茶餐厅啦，我哋嘅快餐店连锁啦，呢啲冚唪唥都有选择啦。另外你嘅便利店呢都开始有越嚟越多嘅素食选择，大家有眼睇㗎嘛，係咪？咁我哋用个脚投票啦，咁等呢、这个情况改变，而家呢係你肯去做功课呢，做啲准备呢就冇乜唔方便。咁你话唔系呢，我都系觉得选择少咗㗎啦。嗱呢一个先系你真正嘅问题。点解你要咁多选择嘅即星星有几多选择，即牛有几多选择，点解佢哋唔觉得唔满足嘅。嗱呢个就去到我哋深层嘅问题啦。所有问题都系心嘅问题。我哋嘅心点解咁唔满足，点解咁多欲望，我哋点解要食匀全世界先至幸福，我哋点解要食咁多咁多嘢。嗱你睇下以前啲成功嘅，我哋觉得即係好长命啦，好健康嘅啲民族啦，唔好睇中国嘅过去古代啦，其实都系嘅。不过我睇到好明显嘅呢就係印度同埋日本。嗱佢哋比较保存返佢哋嘅传统啦，佢哋可以选择到嘅食材啊，系极有限、极少、极少、极少啊！即系讲得俗啲、简单啲啦。佢哋一年到晚食来食都系嗰几样嘅咋，佢哋又唔会觉得唔满足嘅。佢哋唔使食匀全世界先至先至健康先至快乐嘅，就系咁咯。你话俾我听，以前啲日本人唔快乐咩？印度人唔快乐咩？其实我喺中国咪系都系咁啊！以前边有咁多嘢食啊？食得饱就算噶啦，粗食粗肥，一年到晚食来食去都系自己嗰条村嗰度种出嚟，嗰啲好少种类嘅嘢嚟噶咋吓。好啦，最收尾咧，最收尾咧就系话，亲友聚餐应酬唔方便喎，素食者呢在外聚餐交际应酬就系、是、即系好唔方便。嗱咁呢一个呢牵涉到呢成个风俗嘅问题囉。想你你咁孝顺可以迁就阿妈。不过其实呢如果你同你阿妈关系好呢，你同屋企人关系好呢，佢哋一样尊重你嘅啫。你可以用你嘅办法系令阿妈食少啲肉，更加大功德咯吓。咁呢个唔系借口，你呢个佢哋攞嚟借口嘅啫。交际应酬亦都唔系问题咯。而家吓咩意思呢？系嗱，你上我嘅食生课程咧，我都用相当嘅时间去解释吓。你咁成为众矢之的，个个都觉得你癫咗咁样食法，有好多手段。好多策略可以去拆解嘅吓。咁如果你话交际应酬唔方便呢，呢、这个唔成理由。呢、这个反为系一个
你自己EQ 同埋社交技巧嘅考验嚟嘅吓，我自己唔觉得有问题吓。咁、你话唔系，我食咗素咧，少咗多朋友，你系少咗好多酒肉朋友嘅啫，你会多翻好多真正向往健康嘅，同你同频共济共振嘅朋友，咁咪仲正咯吓。好啦，我讲十八个理由啦，十八个人哋话食素嘅坏处，咁我逐一拆解咧吓，接唔接受系你嘅做法吓。咁可能咧吓，阿长哥咧有偏见啦，可能我哋个个都系所有见都系偏嘅，我哋冇正见嘅根本，大家都系喺自己嘅经验。大家都系得自己嘅知识嗰度去评论嘅啫吓，长哥永远唔会啱晒吓，我唔系上帝吓，唔紧要咯吓，你接受得几多，你了解得几多就得几多咯。大家喺唔同嘅维度嗰度睇嘢，喺度生存，咁又同台食饭，各自修行咯。互相尊重啦，咁冇需要拗到反台嘅，咁喺我嗰度咧咁样讲，佢话吃肉有一定营养，但暴饮暴食就对身体有害，咁即系点？佢潜台词即系点咧？吓，暴饮暴食咧就系肯定唔啱啦。即系话如果你唔暴饮暴食，食肉都 OK 啩咁吓，有一定营养。嗱，咩叫一定营养先？吓，啲营养你系咪吸收得好咧？咁啊，点解我哋唔睇？如果你唔食肉，你食嗰啲植物性嘅，即系食素咧，更加有营养啦，更加多营养，更加容易吸收啦。呢个系事实证明咗噶吓，唔好同我拗咁多嘢。你睇周围成功地食素嘅，尤其系成功地食生嗰啲吓，咁啊，大家有咁多营养喎。点会一定要食肉先至有咩呢？你话食肉有一定嘅营养，咁有咩叫一定呢？有几多呢？咁佢係少好多嘛，同埋好难吸收嘛，同埋后遗症係极端严重嘛，食到你短命，食到你成日病嘛，咁最屘我想讲下呢，我喺度諗緊呢几日，即刻仲有人拗啲嘢嘅。事实摆到咁清楚，仲要提出嚟拗嘅咧吓，咁我就谂到几个原因咯。嗱，呢啲每一样咧都要讲几个钟头吓。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咧吓，作为少少嘅结论咯，点解仲有人讲啲咁无谓嘅嘢？点解我哋网上嘅资料，你打开线上嘅资料，甚至我相信啦，你去问 ChatGPT 吓，佢哋都系咁讲噶啦，因为佢哋根据大数据啊嘛，大数据通解啲人都系咁讲嘛，喺线上啊，点解会系咁嘅咧？第一就系佢哋自细俾人洗脑咯，咩叫洗脑先？我嘅定义就系咧，佢哋冇其他嘅资讯系平衡嘅，只有收到呢一样，同埋系强迫佢哋接受嘅。因为我哋嘅权威，我哋信嗰啲权威，或者控制我哋嗰啲势力，一定要我哋相信呢样嘢，咁咯，系冇机会俾我哋接触其他嘅资料。其实而家有嘅，而家有嘅咯吓，不过我哋懒得或者好多原因唔去了解啫嘛。第二啦，系我哋收到嘅资讯，特别系由传媒嗰啲嚟咧吓，铺天盖地，冚唪唥都系俾人哋控制住嘅，即系话咧系嗰啲既得利益嘅集团为咗自己嘅利益去发放出嚟嘅吓，你讲一啲系符合事实嘅嘢就唔啱听啦，因为影响佢哋嘅利益。所以传媒呢长期好不幸呢吓，就係冇履行佢嘅天职，只係喺度以讹传讹。佢哋譬如访问嗰啲你有咩营养嘅嘢，梗係访问营养学家啦吓，营养师啦。但佢哋冇諗到我哋嘅营养师，我哋嘅医疗界嘅朋友，
佢哋嘅状态系点样样，佢嘅教育系点样样咧？佢哋系做紧啲咩嘢咧？佢哋系咪真系识得为我哋嘅健康着设想咧？佢哋自己食紧啲嘢有几健康咧？即系咁吓。第三咧就系、是、我认为咧系迷信风俗。咩叫迷信风俗呢？即系我前几个月啦，譬如去马来西亚啦，我就发现呢佢哋有三个族人嘅，有佢哋本来嘅马来啦，马来族啦，印度裔啦，华人啦，佢哋三方面都觉得我哋冇问题㗎喎，我哋几百年都系咁食㗎啦，所以佢哋系冇动机去反省嘅，除非病到死下死下咯，佢即使系线上有咁多嘅嘢可以接触，但佢哋都唔睇，佢哋都唔去信，佢哋净系信嗰啲权威。呢、这个就系咯，佢哋觉得我哋祖先一向都系咁食啱噶啦，佢哋唔知道祖先唔系咁食嘢噶嘛，佢冇谂呢啲问题咯。总之社会系咁啊，个个都话系咁就啱噶咯，嗰啲吓。第四呢，我觉得更加邪恶嘅呢，更加不幸嘅呢，就係好多人喺度死撑。我真係你觉得呢个系我嘅感觉啦，或者系我同咁多人接触，我发现呢佢哋系觉得自己嘅自尊心受到威胁。佢哋嘅良心唔放过佢哋。佢哋嘅潜意识系知道自己食肉系唔啱嘅，系非常之唔慈悲嘅，唔可以咁做。咁呢於是呢佢哋就系笠一顶帽落去讲真话嗰啲人度。嗱，你哋呢就占据道德高地，就踩我哋。其实我发觉好多都系咁囉。即系我就知道冇需要同人拗，冇需要同人争啦，但系啲人猛咁喺度挑机嘅时候咧，有时我都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慈悲心驱使我咧去解释一两句俾佢听，但系佢哋系冇准备好去接受嘅，有少数会有。但系佢哋根本就唔听你讲，因为佢觉得自己其实就系冇办法去圆满解释噶嘛。佢知道自己系衰噶，但系为咗面子佢哋自己口味改唔到，佢哋要掩饰自己嗰种内疚，于是咧就揾出千万种理由咧同你反驳。你要揾紧有好多理由，但系呢啲理由咧。嗱，即系如果头先有听我讲咧，同埋我一路咁多年40年来慢慢分析知道咧，呢啲理由都系好表面嘅吓。你永远都可以用一啲角度去抽做一啲嘢，去证明你做嘅系啱嘅。但系你冇睇个 big picture 个全局咯吓。咁咁多个慈悲嘅有理智、理性、修行最巅峰嘅，你话教主又好咩啦，都系食素嘅。耶稣就系啦，呢、这个佛祖更加唔使讲啦，仲有好多吓。咁圣经一开始咧，都话人系食素嘅，佛教就猛咁讲慈悲唔好杀生，更加唔使讲吓。咁、好啦，你可以接受几多？你了解到几多？唔重要啦，即系开头我讲咯，个个人都系为佢自己嘅选择负责。不过记得就系咧，而家同以前唔同，喺呢一个网络嘅世代，资讯泛滥，无知唔再系藉口，即系。而家你知啦，你犯咗法，你唔可以同法官讲话，我唔知啊，原来咁犯法嘅咩？呢个唔系答辩嘅理由嚟㗎嘛。而家已经系，而家我哋道德嘅选择，你可以讲，你用你嘅方法
去提出咁多嘅数据，嗱证明证明证明系咁嘅时候健康啲噶。喂，啲动物点啊？吓、个地球点啊？吓、你有冇谂到个后果系我哋同你纳税人俾钱吓、去等你将来做手术噶？你有冇谂到你将来？咁早病咁凄惨，系我哋有好多痛苦嘅代价。你有冇谂到众生系点样样承受我哋食肉嘅代价？呢个系我嘅睇法吓。咁好多谢大家一齐去研究啦吓。最近咧好多朋友即系回应咗好多嘢啦吓。呢度都有我睇到。咁就未必方便呢逐样讲啦吓。我其实大部分嘅嘢呢都喺我 YouTube 啲片其他讲过晒。今日呢只不过呢我再讲一次啦，係重披盔甲。我已经十几年唔讲呢啲嘢吓。咁而家觉得我都系几适合。我睇唔到有边几个系好综合性地去回应最近有好多人提出嚟嘅一啲好离奇嘅言论咯。好多谢大家收睇吓，今日讲完咁多先啦。我哋最收尾啦，一齐去感恩啦，历代咁多真正有智慧嘅人呢都教咗我哋点样用慈悲嘅角度去飲食。咁多嘅科学家做咗咁多嘅调查研究实验，证明到呢事实上我哋应该食啲咩嘢。感恩自己的身体，以前吃那么多肉蛋奶落肚，竟然都默默承受撑到今日，令到我终于知道人是应该怎样吃东西。我为了我欣赏自己，为了爱自己，去得尽少少，是长期食素，而且尽量是食得健康。我好感恩过去四十几年在我身边这么多人跟我并肩作战，推广素食，挨咗好多好多，俾人插，俾人闹，俾人陷害，俾人笑，大家都坚持到今日，互相打气，互相支援扶持。我好多谢佢哋每一位，特别系我早期嘅拍档Kelvin 啦，孔啦，赵来发啦，黄锦宁啦，等等，黄正啦，多谢你哋，多谢大家收睇，你觉得呢个有价值嘅，今晚嘅分享传俾其他人睇啊，拜拜。